你坐在后面，你跟我说话我都听不到，我要问你什么事什么东西呢？我这么用我的手为了表达这个意思。所以你看埃及人这么做的话，意思什么什么什么事什么东西，这样什么什么 OK。 那你在后面就请我帮你的忙，我要请你稍等一下，怎么做的？等，稍等。所以你看埃及人这么做的话，这个一不是签的意思。对，等，稍等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OK， 那你签我帮你的忙，我想跟你说哦，当然可以，可以帮你的忙，能帮你的忙是我的。